其實是一個由細識到大的男仔嚟嘅，都係佢都係童星嚟。我哋細個拍港台嗰啲兒童節目識噶，結咗分咗手，冇得做兄妹噶啦。因為中間發生咗好多事嘅，又真係咁，所以真係朋友都冇得做啦。最壞嘅經歷啊，都係應該係第一次嗰、那個，因為佢追咗我好多年。而最尾我同佢分手嘅時候，我會覺得啊，一個追咗你咁耐、中意咗你咁耐嘅男仔都會咁樣對你嘅時候，近排我有啲新嘅睇法，因為真係見到身邊有好多朋友離離合合，咁啊有啲拍咗好多年拖分咗手，但係有啲可能係終於都結咗婚啦。即係我哋一路長大，會去到某一個時段，可能真係你隔離嗰個未必係當時嗰刻啱你。所以那些行了很久結到婚的我都很羨慕他們。我幾年前呢就會是我想著25、26歲就結婚的女仔，即我都以為自己得的，但是、去到我真的25歲了，而且真的是事業叫做剛剛開始呢，就不想停下來了。 Hello， 我是關淑怡。 Facebook 一開即韓，晚片如雲，韓料最強，快點 download 吧。